们现在的积分就可以让他们掐烂分了。嗯。哎，第一，中心点对枪了，开始。Harry 早感觉啊。哇，强侧全面的转移，哦，非常的拥挤。James 一个三倍镜打过点。分数拿到了，这边又是撞到了 BR 猪，乌龙偏红连夜雨啊，又被抽下来一个。XK 这波转移啊，被不同队伍分别打下一人。他们梦想就在眼前，但是好人根本就不给机会。高达 DKDF 只差一枪了，又抽倒了一个。就进厕所吧，哪儿也去不了了，这位置被锁死。没了。哎，另外这边 BGP 是直接撞过来，长条房。哦 ，BBL 是埋了一手，好像没动。经典看到了，先抽车上的人。一瞬之间啊，打两。哎，这个撞的角度一般般。BBL 防守的人也多。D98在很远，跟宋江两个人在另外一个位置。这波说实话撞的挺迷的。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判断啊？有可能 BBL 基本都打中了，给了个火，就差一点伤害把人逼了出来。三级套还是没问题啊。就是三级套给选手带来的自信，而且还是高打低。对。哇，补人花老大劲儿，感觉补人没有打人准。嗯。这边打得很运营哈，北部圈形一给了之后，就直接开车往中心点的反坡去拉了。嗯，找坑了。这两个人还害怕厕所被撞，要捏这个提前雷了。我换了物了，你物资没？他就想在车上扫害一个，反正没破容，就扫一个就够。车滑开，这边 Dory 先收割掉一分。这波废子是刚到点，他其实没有什么信息。嗯。那水场的位置是 EI 场的位置，而另外一侧是 GX 跟 Q。哇，这一发手雷是个双响雷，炸到了。前面几局体验不是很好，是的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这一局第一名和第二名两支队伍其实目前没拿什么分数啊，人数都不多，而且快没了。我马哥，对，哎呦啊，这个队友补上了这个伤害。M 豆组合，那个 M 豆。来了，这波可以啊 ！GX 把 QM 完全都淘汰了。欧洲队杀手 Adam 不是搞了一个 ，Adam 就是一个光头哥啊。对，光头强在这个顶上，他这个点对 Pyro 的过点压制性是有的。就 Pyro 强行要打 GX 的话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知道的呀，走了啊，留了也行 ，Pyro 也不浪费时间了，填点东西完事儿。别给 WC 机会，长龙已经在点里找水厂里面的。哇，左差一点哦。啊，左前面还有人。哎，有兄弟，有保险。哦，很稳。这波回撤很稳。等队友过来打个协同，用道具压制。这边反坡踩不上来。这后面两个人在清点，小组继续用雷辅助。漂亮，这波二清一还是。保住了机会，那其实 Pyro 这波至少在下一步能保住屁股是干净的，活着，现在依然是榜首。QM 被淘汰了，这车开不了啊，被抽下来一个，蓝圈收了一个，血量太低了。马云龙再往前走，只有小左一个人进圈了，主要是被 WC 追过来的。WC 看你在这扫车，直接压到这个山头了。对，跟 Pyro 打之前的 GX 一样的位置。嗯，腿场内部看能不能混一下。很难了啊，把人架在蓝圈之外，而另外一侧是 OP 跟 CS。对，水厂之前长龙看过，小组往里混应该有条线路。OP 想在蓝牌两白之间卡人，但其实我感觉 CS 这波要遭重的。预判了一颗地炮雷，我想知道那个物资怎么样，那把物资有没有搞头？敌机98，被太空落地直接洗头。哇，进来给兄弟们拉枪线吗？这是吸收子弹，但兄弟们进不来啊！无知的提前枪啊，假把式，火力不是很足。对，主要他自己血量也太低了。白色啊，天路也来了。OP
撇下来啊！要撞要撞要撞啊！这边 C 放走了 solo 老中医，快这波打得很快。是的，快！哎呀 ，OP 还是过来了。现在有方岛，牛哥在底坡，而且 WC 没有压力了，他拉回来了。这个坡没操作空间啊！是对方高打低的一个优势，那也是将 New Happy 给收下。刚刚进过来。往前开啊！侧翼是有废子的枪线 ，BRU 的角盾能抽到他们。哦 ，Smash 还是倒了。前面有个石头，能爬进去吗？没有。WC 这个高点玩爽了，这把。乱抽。WC 这把已经七个头了。他这把真的是究极乱抽。这把像是 WC 的爽局啊。嗯 ，BBL。没有选择南边进，战场留给了 TE 和 Faze， 啊 ，Faze 已经看到 TE 过点了。东边底方没有拉人，想根据蓝圈的这个进度，慢慢的来蚕食掉 TE。哦，这一把手雷再跟一颗，双响，奇袭剩一丝血被手雷给带走，六七颗雷，是的，对。就闭着眼睛就能感受到 TE 遭受的那种压力。哇，这局。另外 WC 跟 DIQ 又有一个高打低的一个优势点位，而且手雷很充足，往烟里投掷啊，角度还行啊。这波侧翼还要废子的枪线，哇，这一发雷分数全部拿下了。那应该是十个人头了。WC 这把，如果这个圈再往左上走一个。是吧，已经是注定的爽局。那 BRU 接了波 OP 被淘汰了。天路之局那个坑还在坑，这时候不知道侧面有人，那注定就是这个结果。 WC 已经开始了高点开始压制了，先打了 Faze 一个，然后丢了要补人， Faze 跑位想躲了一个伤害，躲开了，已经他也不能把 Faze 全收了，他毕竟有的规避枪线角度嘛。对的， KDF 正面开冲了，直接冲 BBL，匆匆想要对这个防区下手，他想找机会，英雄冲锋被烧到了，再往后撤，远点还有枪线在抽，又在撅把，又在 K 头。无理男这个时候不能坐视不管了。这 BBL 打架是真不喜欢封烟啊，那个刚才高帽冲的那个姿态，确实真不喜欢封烟这个队。匆匆啊，吃到了远处的枪线 Fix， 就是哎呀，这一波还是没有存活下来，被盯上了。无理男也在盯着。第六位，好，五支队伍已经决出来了。满编队是 WC 和 BRU， Fix 也少了一个。KDF 的协同，决赛圈的编制还是看下一个圈啊。这边 KDF 开车移动。哇，吃到三个方向的枪线，剩最后一个了，应该是活不下来了。有个小反坡可以逮这边 WC， 直接，而且都是倒地的分是可以吃的，头都不回，十五淘汰，这局拿了大分啊，最后是一个四打四打，一丢丢远，只炸掉了一些血量。BRU 啊，这局拿出了铁头哥的气势。不对，这。这什么？这么远又倒两个，那声音当当当！哎呦，十六个淘汰，哇，18个淘汰了 WC， crazy， 顶得住吗？给投掷物了，哎，不给机会，这 WC 打的还是过稳。哦，你给我推个手雷，诺扎是倒地。随着倒地了以后，队友开始发起了冲锋。只有过点烟可以封。哎，但是这一波，这给放倒了一个。但是地形的压制力真的太大了，他如果这波四个塔台全吃的话，是22个淘汰吃鸡。32分，好恐怖。对，就一把。一局起飞。一局起大飞。他雷很多啊，他伤害性道具很多。有火风位置，又柴火了，柴火了，柴火了，对不了了，无理男，最后柯南的烟雾弹里面烟马上就要散了，三打一了，出烟线，这一波中断的啊，队伍一些信心，就是如果我们也能把握这种机会的话，单局的爆发是有机会的，也可以一飞冲天，是的，